哇，这波纹值下要生一堆火，波纹值是有时间性的啦，那等一下会跑掉。很干的柴，都没有啊。现在地上哦，先铺一层，这个地也是很有点潮湿啊。你铺了之后哦，你在上面生火的话哦，它不会，那个地上不会因为遇到热啊，马上那个水汽蒸发哦，那你火就很难着起来，所以先在地上铺一层先。OK， 这是种啊，它里面是很干的。OK， 通常我们会把它劈开了，拿一只，这动作叫 batoning。OK， 尤其是你在没有什么大刀、八浪刀的情况下，哇，不过这材质很有点烂了耶，瞎烂。哦，用这些就比较。现在做的是 feather stick， 差不多要五六只，这样子才有用，一只是很难的。Fire。
这个 port 是哇 10cm 的，很小的一个 VD port 啦。OK， 小的好处呢，就是你煮什么东西哦，要快，你煮水的话，水就很快滚哦，什么都比较快咯。一个人啊，我们要精简，我们要快速。OK， 再见。OK， 不到三分钟水就滚了，那个小锅在跳舞了，所以我们要喝阿华白咖啡。Alright， 哇，这样我可以感觉到它在滚。OK， 那个平的地方，凹，烫。有对火，再来一杯咖啡，呼吸set好了哦，就觉得很安心啊。哇，烫啊，等下才喝。OK， 这些就是树的 resin。OK， 就是当树受伤的时候啊，还分泌出一种液体啊，来保护那个树身，有没有？其实这个是蛮好烧的东西，那烧了会比较亮。现在把它做成用这种来做火把了。啊，现在没有做火把了，只是拿一张烧，你看丢下去，你看那火，看到吗？这边拿起来，等下着起来的时候就。它的火比较亮，哇，很肮脏哎。哎，把那些肮脏的拿出来，不然回去哦，给妈妈骂。那因为是他自己啊，每次弄得肮脏脏哦，啊，所以如果是树上走过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些树头上黑黑这样啊，不要自己怕它，啊，出来，你可以用一个深的树枝这样子，你把它破开四边，夹在中间像点，到时候如果晚上没有灯的话，到时候它可以烧蛮久。看，来，咖啡就这样烧了。树脂，怀疑应该叫树脂。哎呀，喝茶了，喝咖啡。等一下我们下去河边看看哦，趁还有光的时候。
我们去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哦。这基本上我的 hammock 在这边，然后其实是围绕住一条河，这有一块大石头，那边有一棵倒树 ，OK， 应该是倒了有半年吧 ，OK， 因为它树身还没有完全被潮湿的东西腐蚀哦。然后那边下面那边有一个潭，那棵树，哎呀，那棵树是不错一下、哦，可以去捉一下 ，OK， 我们就过去。OK， 来这里喝咖啡是不错啦，大把都没有这样好喝。OK， OK， 这棵树其实是很好的燃烧的材料咯，如果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都烧不完了、啊、OK， 看从这边到那边，问题是有没有必要烧这么多柴哦，是没有关系啦。然后这边下去哦，那边就是一个蛮深的潭啊。OK， 我也不懂这条河的上游是哪里啊，不过这个潭应该是有一些鱼啊，如果是要钓鱼的话也就可以了。应该没有机会了。OK， 所以现在还是喝茶喝茶。在森林里面哦，有一个地方可以这样坐住哦，其实是蛮幸福的。OK。其实这块石头也是可以整理一下，也可以做一些东西，跟烧火啊，有反射火这样子啊，那这边可以变成一个蛮不错的营地啊。不过是有潜能啊，或是野了一点，可以，不错，哇，我爱这里的大树，太爽了。OK， 现在往哪飞去河边洗？顺便去看一下那条河。OK， 刚才那条树，哇！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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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就是水质了，咬到我这样肥哦，干啊！
晒啊！来，咚咚咚，哇，可以感觉到那个雪在里面咚一下，咚一下，哇，老诶，是在高位。